生命演绎丰富精彩。因为爱，悔恨空虚不再纠缠；因为爱，千年恩怨云消雾散；因为爱，天地赐福，恩宠非凡。愿我们都是那最幸福美满的那一个人。好，那我们就先到这边哦。好，那我们即将开始我们今天的圆满人生精英会。老师好，各位 FB 的直播的朋友，各位现场的超马家人，大家晚上好。好。好，那又很高兴又来到我们一个礼拜一次的圆满人生精英会哦。好，那我们上次也一直跟大家讲说，其实我们来能够来参加这个圆满人生精英会啊，那真的是福报满满啊哈。因为有可能现在有很多人为了这个食衣住行啊，还在努力啊，还在拼经济这样，但是我们却有这个福分来这边能够不断的自我提升啊哈。那所以我们都要好好把握这个机缘。那我们刚好今天有一些新来的家人朋友们，那我们先请他稍微自我介绍一下。好，让大家认识一下这样子哈。好，那我们先请这个佩珍旁边，佩珍旁边这个，这个来，来吧。大家好，我叫曾元珍。没事，你好。然后今天第一次来，然后是因为我们学校的主任介绍我过来的，他说这边很好，所以要我过来体验一下。真的好棒棒！元珍嘛，也是住在这附近的吗？是新竹的。我住下营。我住下营。对。那是还是有点距离的哈，不过开车也还好，反正我们都一起礼拜晚上可以来这边一起共振一下。好，那共振这个爱的能量。像我现在是住善化，他住那个麻豆，也都还好了，他现实也不会太远的。也曾经住过台中，我们这还有住大陆。对，好，那我们再继续。好，那再上。发工业报告，发工业报告，车牌号码7382UH，车牌号码7382UH，麻烦你来开你的车子，谢谢。大家好，我姓陈，我叫吉华，我是先帮他介绍好的。我的名字中国可能大家有点笑话啊，陈吉华很好记，今有寂寞你好，但是我一点都不寂寞，谢谢，不心里。今天也是第一次来，我的名字叫刘维。一进我说这个读书会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那我刚踏进来的感觉真的很棒，每一位姐姐啊，那个姐妹啊，都好有气质。我感觉这个书香的味道真的是有气质。谢谢，欢迎刘维姐啊！大家好，我住西营，我姓洪，叫于秀。之前这个读书会我早就知道了，可是一直都没有空来。好，谢谢，欢迎。也是李欣姐介绍的。好，一起来啊！好，要一起啊！好。那还有吗？好，平就不用了哈，因为上次也来过了哈，三个月前来过一次。好，
没有，我帮介绍一下婷婷啊，哈，三哥先来过一次这样，啊，也觉得蛮不错的哈，啊，来自那个贵州啊，贵州的，啊，上个月来过一次这样，啊，这次又刚好这个机会，啊，又回来这样，就来参加这样，多好，多有心啊，好，我们应该鼓励一下哈。今天能量满满，大家感觉非常的热闹，这样，因为心情非常的愉悦啊。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刚好最近超马要办喜事了，然后办什么喜事呢？就是我们太阳圣导师要从这个美国回来，这样，那参就是这个世界巡回演讲啊，对，明天在哪里？就要从美国回来嘛，明天就要在台北，天文办这个网络共修啊。啊，所以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说，我们一个人幸福的关键有没有，就在我们的能量这样。哦，如果你正能量满满有没有，那你就是人生幸福圆满，喜乐不断这样，哦，喜乐丰盛。那你如果说你的负能量哦满满有没有，哦，更加不一样，人家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那你如果负能量满满的，那你就是人生就衰事不断这样，哦，就是衰这样。啊，负能量有没有很多呢？我们在大家的平常的日常生活中，会不会感受到这负能量？我是觉得很多了，因为常常会有一些人啊，就是他发个脾气啊，担心啊，那个都是负能量啊。那个负能量其实如果你没有一些防疫，有措施有没有跟他对应有没有？事实上你会被他感染这样，你被他感染之后，其实你可能就会被他带衰这样，他也是这样讲。啊，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来超马里面，目的是要在怎样，就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幸福这样，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幸福了有没有？那你自己的亲人，家人啊，那好友啊，然后再来就是社区邻里，每一个人都因为你就受益这样，那进而就我们整个国家，那世界，大家都享乐太平，啊，这个是希望能够做到这样子的，那一定要从我们本身自己做起的。一定要让我们自己能够每天都有那种幸福的感觉，幸福的感觉的，那幸福的感觉就是我们之前都有讲过嘛，就是做梦也会笑那种感觉这样，那这种感觉其实我们在刚才唱那一首歌我们就有感受到，因为那一首歌因为爱有我们在去年的12月23、24号我们在参加台北的一个导师的一个讲座的时候，我们有2000人一起合唱这一首歌，那这一首歌能量就是你2000人在唱的时候，那能量是非常强，那瞬间就感受到那种非常美满、非常幸福的这种感觉。我刚才在唱这一首歌，我就脑海中就不知不觉就回想起这种感觉。其实导师就是我们这个超马是讲科学，我们不讲玄学这样，所以很多东西有没有？如果我们在唱歌，这种幸福的感觉就植入到你的灵魂记忆体有没有？那是让你在调动这个幸福的感觉，你调动出来有没有？瞬间这个负能量就消失了这样，就可以当下可能那个气就因为你的正能量调动出来，那可能就转动了这样，所以为什么讲说这个幸福的感觉啊，这个正能量非常重要这样，这都是在我们平常的练习当中，你自己可以运用这样，因为我们是讲求实修实验，我们不是来这边大家唱唱歌啊，然后大家快乐一下，然后回去就没有这样。你回去之后有没有？一定要记住我们来这边，大家上就是在这边研讨过的一些天地的真理，那所应用的一些方法这样。那你回去，如果照实如法的修持这样，事实上你就可以受益这样。我们刚才有介绍有没有？这个是也是新朋友嘛，我也稍微介绍一下。这样，帮你介绍。那太好了，反正就一起来，大家一起来受益这样。好，那个，好一起的哈。那要不要请这位新朋友介绍一下？要自我介绍啊。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啊？住哪里？来。我没准备这个聚会要自我介绍。没关系啊，就稍微讲一下而已。不要太拘谨啊 ，OK 的 ，OK 的。二号从天而降。
因为我坦白讲，我不晓得这里有这个活动啊，是因为洗澡上我跟我一个好朋友在讲的时候，因为我刚才从国外回来嘛，还在调时差，你知道吗？那我在想说，我如果没有出来的话，哈，没有出来这样稍微消耗一下能量的话，但是嘞哈，我啥洗掉一个都不会留嘛，因为时差刚刚跳过来。那我在想，哎，那他因为他是我朋友一直跟我强调，我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书啊？我以为这个是要教我们怎么吃什么身体才会健康。嘿，我们在另外一本书也有讲到。那我朋友知道说哈，我个人不太喜欢吃啊。伊就甲我讲，唔是哦，唔是个食哦，唔是个食，唔是个食，食我安怎健康？因为伊若甲我讲是哦，安怎食哦，我可能就袂来，因为我做运动啊，我唔是。我发现对吃的方面不是很有兴趣啊。可是他一直在强调我啊。这是他，我也是我们一个相熟的朋友跟他讲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哎，他刚才讲两个字关键点哦，一个 key 哦，他说奇妙，他说奇妙啊，我对这个有应是吧？哈，人到某一种年纪以后，他对奇妙就会有感应啊、哦。所以说，哎，我是为了奇妙而来啊。啊，我还没有自我介绍，不好意思，来，这是我的名字，我姓张。我叫娟莹，哎，娟莹那个莹的话是晶莹剔透的莹。那如果说你觉得我那个名字不好念，我比较好的朋友直接都称我中间这个名字，他们都叫我叫阿关，哎，你们家很快就会记得我。好，以上是我的自我介绍，谢谢。我们好，欢迎娟姐啊。因为我们这边呢，也没有讲求神机跟奇迹啊，但是我们这个就是，如果我们如法修持，有没有合于天心，那很多事情就会不求自得这样，你可能就会觉得说，怎么这么神奇的，就有一些这么好的事情会降临这样，这个都有带我们自己来一个体验看看的、因为我们在这系统里面是讲求科学的、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因为这一本书都跟大家结缘嘛，那哪一本书就是《超级生命密码》，好，那我们来。翻看一下这一本书啊，《超级生命密码》是这本书，我们都因为这本书而结缘的啊。那这一本书呢，是生命使用手册，在玩电脑的时候都有电脑使用手册，那在看待我们的生命的时候，那当然生命也要有使用手册啊。那可以看一下这本书的封面，我们先因为有新朋友了，我们还是先看一下这本书的封面啊，《一本生命之钥》。解开你我千年疑惑的，那大家能够来这边聚会有没有？就是千年的约定这样哦。如果你有这个意愿，才有办法看到这一本书，那也才有办法踏到这里面来这样。那这个意愿都很难得，都很殊胜这样。都因为可能是你旁边的贵人引导你进来的这样。那像我个人呢，就是我是去图书馆那看到有一本书，就是在这个超级。他是要生活密码，这样我觉得很不错，那我是自己就进来这样，所以每一个因缘不一样这样，好，那这个生命之钥呢，有没有看到这一本书，就是封面这个图片有没有这个钥匙啊？那这个钥匙就是代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超级生命密码的两个重要的密码，是哪两个重要密码？爱与感恩，这个大家都知道，好，那爱与感恩呢？现在大家很流行，很难会讲这样，但是有没有落实到我们生活上呢？这个就是一个重点了。那也是透过本书的16章九大心法呢，来帮助我们怎么样在生活中可以落实这个爱跟感恩，然后并且把这个爱跟感恩给它推广出去。那可以看到这个钥匙呢，它就有连接的一条红线，但是红线要连接到哪里呢？这个。红线呢会连接到天地哦，那你只要透过我们这个爱与感恩有没有？那我们跟天地有一个连接，我们就可以获得天地满满的祝福跟加持这样，这个也是你我最想要得到的这样，那要怎么样得到？就是我们刚才讲要落实爱与感恩的哈。那接下来看一下我们下面的这几行字啊，揭开生命秘密，即得重生乐趣，量身塑造太阳般光彩。深获宇宙丰盛祝福，道出浩瀚星空，殷殷期许，引领实行宇宙能量，改变生命地图，承运光的祝福，启动生命奇迹。在你开启本书密码的同时，永恒生命的智慧与宁静即将一一被展开，
持有本书，能量生命给予圆满，轻松拥有密码之妙，解开所有的难题。浅显易懂，告诉你光的神秘作用力，令你世事如愿。作者是太阳神的导师。那这一本书呢，有能量。你给我这本书就有能量了。所以你在看这一本书的时候，你就可以获得这一本书的能量。那另外这一本书除了可以拿来看之外，你也可以跟他一起共枕眠，这样就是你可以把它放在枕头下跟你一起陪睡这样。现在这样已经就大家都是睡这一本嘛，其实也流行睡三本、睡四本这样，因为导师又出了13本书，最近又出了一本14本这样。这个书有些人因为他平常有些失眠症状，他就跟这本书睡，那失眠症状就好了这样。当然也有一些人他是平常不会失眠有没有？那突然这一本书放在枕头下睡，他突然睡不着这样，也有这一种情况嘛哈。所以如果有刚才我讲的那种情况，当然就自己调整一下啊，因为这本书确实有能量，那你可以回家试验看看这样。通常我们在介绍新朋友的时候，他们也都非常跃跃欲试啊，都会回家试看看这样。那试完的体验也可以来这边再跟我们分享这样。那这一本书有能量有没有？所以这个能量幻化出来就是光这样。所以这个它下面就写了光的神秘作用力嘛，所以你有能量就会有光。这个能量你要自己去练。我们之前常常讲说，积德培德养德，然后就得光这样。所以跟着这一本书 的一些微言大义或心法练习有没有？事实上你就可以有很多的事情有没有？你都可以不求自得，并且改变你的生命的蓝图这样。那我们想要得到大概有什么样的主题想要得到呢？我们来翻到第三页这样。因为我们每次都会看一下这一页的，你必须拥有并贯通这一本书这样。而且这一页有没有就代表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这一生当中想要得到或想要拥有，那每一个人都各项主题有没有都想圆满的一个说明这样。那我们来请这个维持来帮我们念一下。你必须拥有并贯通这本书，如果你想今生拥有一片丰富成就，全家人身体健康平安，不再被病所苦，事业工作均能顺利得意，财务自由万事具足，生活富有心想事成，婚姻爱情随时甜蜜，贵人显现难题有解，不再被任何烦恼折腾，远离小人的各种毒害，跳脱任何瓶颈或困窘，自由享受天地之爱，家庭幸福，儿女成器，居住环境适周，平安吉祥，邻里友善，社会和谐，世界无灾，天下太平。好，非常谢谢维生。那我们必须拥有并贯通这一本书，因为我们想要各项主题都能够圆满这样。那这个也代表每一个人他的现在目前的一个主题有没有遭遇的状况都不一样这样。当然如果你每项主题都很圆满，那代表可能你在这个人生就是幸福圆满。那如果 你有一项主题还不够圆满有没有，那你来参加这个超级生命密码，你贯通了这一本书有没有，它就会让你这个主题有没有，你那个不圆满的主题就会慢慢圆满这样。因为我们接下来这16章节有没有，其实都有在针对这其中的各个主题那会有一些说明这样。其实很多人都因为来超马里面就受益了。那像我个人我自己这在这么多主题里面，其实我原本的一个婚姻跟家庭生活有没有，事实上也是没有这么的一个甜蜜的。那上来教超马之后有没有，其实真的家庭的环境都有在改变这样。家庭就是跟太太跟老婆之间的一个关系也都越来越好了。那最近又有一些突破这样。那什么突破呢？就是就是突破是怎样，就是因为我们不是最近要邀约6月2号要参加这个讲座有没有，那我其实我也跟我老婆邀约了好几次这样。那我老婆就说她都没空，只要她很忙她也不想或怎样。可是在我锲而不舍的努力之下，我就一直跟他讲，那我又
听到我们，其实我们昨天晚上都有开那个志工会议嘛，那有一家人跟分享说，他也是一直，家珍就跟他老公说有请他老公来参加，有没有？那他老公就说你都没有邀请我，因为他老公之前都拒绝的。啊，我想说，哎呀，怎么会这样？是不是我再跟我老婆再邀约一下？啊，我就说啊，真的要来参加，真的很棒，都自己亲人有没有？自己要先受益啊，哎，啊，都邀请他人，啊，这个有很多都还有很多发心的家人有没有？都让我们可以免费去参加的，那当然是自己好看的，但自己要先参加有没有？我他讲一讲有没有？他觉得好像感觉有被我说动了有没有？然后就说那你不见得要自己来，你再多找几位朋友有没有？找你的朋友一起来，那是让大家也有伴有没有？我他今天就跟他讲说，就跟他朋友讲说，哎，要不要一起来啊？也很棒啊。然后他今天帮我邀约两个这样，然后我老婆就三个这样。然后我就说，哎，这也是一个突破有没有？就是说，其实我们就是在我们超马里面，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突破这样。因为透过我们超马的一些活动有没有？那平常的我们的如法实修实练这样，那实际上在跟你的家人的互动过程当中，就会慢慢的有改变嘛。因为我们刚才讲说，所有的一切都是能量所幻化的这样。你能量越强有没有？事实上大家就会跟着这能量走这样。所以这个也提供给大家就是一个参考，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哦。如果你能量越来越满，有没有越来越强，有没有？那事实上很多的进步就是因为你能量强，就会开始有所转化这样。那这个很多家人都有很多很好的一些实修实例的，来可以跟大家分享。好，那这个部分呢，在 YouTube 上面都有这样。那是让我们之前参加这个分享会，如果你有参加，那是让有很多家人在分享哦，比如说我们的台南小旋风，陈志颖嘛，他的自己的收入有没有，就是倍增在倍增这样，就每个半年就倍增一次这样，所以他也是他自己的一个体验这样。那甚至有台中的家人俊贤有没有，他的儿子有没有，他原本就让他去玩，然后儿子就变得走路就不太会走，变得好像机械在走，然后就本来是以为他是什么膝盖成长痛这样，然后后来去给医生看那医生就诊断说是血癌这样，血癌，然后后来跑了很多公庙啊，然后很多一些该跑都跑，都还是没有帮助这样，后来是加入超马，然后加入超马之后也是如法实修实练这样，一年的时间，那就他小孩子他在那个上个月十月十号也有来分享的，现在不但会走路，还会跑了，你知道吗？所以这都是家人的一些实修的一个例子这样。那甚至我们台北的一个家人Stanley 有没有？他负债8000万，他原本负债那可能当那有一天晚上他可能觉得说可能已经活不下去了，这样可能真的是要走了这样。那后来也是因缘机会，也是有他的朋友给他这一本书这样，然后又来参加导师的一些这个心理治疗班，然后慢慢的就也改变了这样。那现在也是我们超马家族医院，那他整个公司的整个进就是他遇到贵人，让贵人来投资他的公司这样，让他负债这个8000万就解了这样。所以这个部分呢，案例都在那个 YouTube 都有，那只要打上去就可以，看就可以搜寻就可以，可以看到这样。而且我们之前在我们的群组里面也有了，就是大家在 YouTube 输入关键字超级生命密码，就可以看到很多的直播的分享会啊，还有读书会，还有很多分享会当中的个人的那种案例见证，很多都可以，我都可以让大家看一下。好，那这一本书呢，因为非常的殊胜，我们翻到这个第十一页，翻到第十一页，就是我们这边在讲，因为这一本书已经被美国加州中医协会列为中医在教育系统的全修教材哦。由于书中的诸多观念与方法在临床上威力无穷，殊胜结果令人啧啧称奇，所以这本书被美国加州中医协会评为中医在教育系统全球教材。所以这个也不是我们自己讲一讲，因为这一本书其实已经有无数人受益的，所以这个中医有没有，他们
原本是治标嘛，那也要治本，这样治本可能是身心灵要聚合，所以他们经过评选，把这本列为这个中医在教育系统的选修教材，因为这本书的威力真的是不穷。那我们自己都可以来体验看看，这样要体验不会这么难，这样。好，那等一下我们也会再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好，那我们请慧珍来跟大家讲一下。哎，对不起，打扰大家。那个，因为刚刚那个陈代说我们如果不好睡的那你拿这一本书拿这个超级生命密码的系列丛书呢，去同眠共振你可能就变得很好睡。但是也有的人可能会有相反的作用，就是他可能本来很好睡，结果放下去是不是能量太强，他的负能量作用反而不好睡。那我这边举例，因为他现在还没来他说他去看医生等一下如果来得及他会来，他就趁他还没来的时候我刚刚出卖他一下就是我一个朋友，其实也是我以前的同事那我跟他是他一直到现在他是今年一月来参加读书会，那只要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他都会来，然后他一直到现在还格格成型，他觉得他能够加入超级生命密码，他一直到现在还是觉得很悬。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新移人，然后他那一月的时候呢，他因为有事情要去地震事务所办，那呢他眼睛不好，所以他没办法骑车也没办法开车，所以他都是坐车。那坐车到盐水，然后去地震事务所办完回新营之后，他突然不晓得又想到什么事，然后呢他又特地搭车再到盐水的地震事务所问他也不打电话问，他就亲自又跑过来一趟问。那就在呢他问完要回新营的时候，在路边等车的时候我刚好经过，那我就叫他跟他打招呼，那我随口呢就跟他介绍一下那个超级生命密码，要他来参加读书会。那他听了几句，因为他这次就来了，我赶快留我的电话给他，请他跟我联络。我想说他不想跟我联络果真他后来真的有跟我联络，然后他就进来了。那我跟他说这本书可以睡那可以放在枕头下睡，他就真的睡那个放在枕头下睡。他刚开始放的时候真的很好睡，然后呢大概三四个礼拜前他突然跟我说我现在变得很不好睡我所以这一本超级生命密码突然变得很不好睡，我说那就是负能量在邀功德，所以你要赶快去行功立德这样。可是问题他眼睛不好，他也没办法去发书或怎么样，因为他个性也是蛮谨慎的也蛮保守的。我想那怎么办，负能量在跑了，然后他又没办法去行功立德，没办法去发书，那怎么办呢？我想说他会不会退转。结果呢上一次他来的时候他跟我说他现在又可以睡了，又变得很好睡了。那我说恭喜你你已经通过了那个考验。所以呢那我是想跟大家说有时候负能量会考验你那个会让你突然会不好睡或是稍微不顺，可是你不要管它，你继续很坚信的去学超级生命密码，你通过考验之后你又突破了，突破这个障碍就又更上一层楼了。好，所以我很高兴等一下那个朱老师他不晓得会来我很高兴他突破了。那他对这一套系统也非常有信心，他一直说他觉得很玄妙。他那时候刚看《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的时候，他跟我说：“这不是普通的书这本书很不一样那他也感受很深切，那对《超级生命密码》也很有信心。所以我很希望今天刚第一次来参加读书会的。这个家人们大家要有信心然后呢你好好的去看这本书，按照顺序从头看到尾，也许你也会有一些很神奇的一种感受，你会觉得这是一本很玄妙的这个书籍，会带给你能量的书籍，你好好去读，然后呢来看一下读书会，我们一起来学习里面的心法照着方法去做，我想你的生命会有不一样的好的变化。谢谢。感恩慧珍的分享好，那真的是这样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来自己来体验看看，这样体验这本书的一个威力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今天是要读到第十四章。翻到三版的第178页三百一百七十八页。那我们从这边
我来念一段哈。这两年的新闻报道里，几乎天天都可以听到世界各地发生天灾人祸，渐渐地社会大众产生了一种倦怠的情况。因为大家听多了这种负面的新闻，已经觉得见怪不怪了。在新闻发生的当下，大家总是那么应景地表现出心有所感或怜悯，可是几天后，一切事情就好像不曾发生过一样。以前如果某个国家发生了七级以上的大地震，全世界都会非常震惊，而且会积极的去响应救助灾民的行动。但是随着类似的天灾人祸越来越多，虽然大部分的人都还保有一颗恻隐之心，付出一些行动响应救灾的工作，可是你会慢慢的发现，人们心中的爱心和见义勇为的精神已经随着事件的发生频繁，加高了自己帮助他人的意愿和评判标准。换句话说，人们已经慢慢的对世界各地的天灾和种种社会乱象呈现半麻木的状态。最大的原因就是这么多问题一件件连续的发生，在过去的岁月里加起来的天灾也没有这两年发生的多。一般人对这样的变化都深感无奈，但仔细去观察，每当这些天灾人祸发生时，我们看到的大多只是各界民众发挥自己的同情心，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根据各界不同的能力做一些程度的协助与支援。除此之外，我们不曾看到有什么世界性的组织积极的正视问题。但从这诸多的天灾中去结论正确的原点，从真正学习的角度去预防一件件不幸再发生。我们究竟要如何有效地预防这些天灾人祸的发生呢？现今大多数的团体都将这些天灾发生的原因归咎于地球暖化，除此之外，就没有人愿意深层地去了解，除了地球暖化之外，是不是还有什么理由让人类没有努力地做好对地球应尽的义务呢？当一个人听到地球暖化，两个人听到地球暖化，一亿的人、一百亿的人听到地球暖化，他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不外乎就是节能减碳，降低人类对地球的污染，就认为已经响应了各大团体提倡的保护地球工作。又有多少人的内心深处依然是一片茫然，摸门不着，不晓得究竟这个世界要他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去换取一个太平的境界？人们寻寻觅觅，想要找到心中渴求的答案时，一而再、再而三地希望在身边能够用上些许资讯，进而明确地告诉他们应该如何避开世界的灾难，但竟然大多都是一些要爱护地球或是古老记载与传说的种种言论。当他们想有所贡献时，地球的各个角落竟然受到密度越来越强大的天灾袭击，不禁让更多的人产生迷惘和疑惑，最后只能用麻木来面对，因为他们认为怎么实行和努力都不是真正的解答。就这样搞到许多人变成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局面，而且那股势力影响到越来越多的人，在他们万念俱灰、不知所措的情况下，最后选择了善意的放弃和忽视。如果这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我们的地球将会随着大家成人的心态而有更多的巨变。最近越来越多人重心产理论我
世界末日是我。最近越来越多。最近越来越多人语重心长问我，世界末日是否会随着这么多的天灾人祸而成为事实呢？看着他们无助的感慨，我认为现在更要尽一己之力，向全世界各地的人们紧急呼吁，希望大家获得正确的观念，用上有效的方法，在最短的时间内改变心态，迎向阳光，面对未来，不再只是一些无谓的口号，或者是以坐以待毙的心态，被动地面对世界末日的灾难。如果你现在问我，世界末日究竟会不会发生？答案的决定，关键是要看我们究竟要怎么做。在过去，当我们遇到了严重的天灾，世界各地的人都会有所行动，尽一己之力去募款，或到当地给予实质协助，运送大量的物资。忙碌了好一阵子后，当事件慢慢平息，一阵折腾后，再从整件事去研究，究竟人类在天灾的经历中想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唤起了什么，找到定论的方向又是什么？在我们面对现实里做出结论中，似乎没有找到，也没有做到真正应该努力的方向与事实。无论如何，在这么多的灾难发生后，人们到现在还是缺少对世界宇宙及自然间的那份爱与感恩。这两项能量是所有人类需要研读并升华的两个重要课题。那我们再继续，从这边这里再讨论外这一点。世界末日究竟是传说还是即将要发生的事实呢？人类是否可以有惊无险地迈向下一个新纪元？要得到答案，就是从现在开始，我们能不能在爱与感恩这两大课题上，邀约全世界的人静下心来，感受这两大课题里的感动，让大家能够心手相连地去改变世界末日的问题，并且将我们深藏内心的忧虑与不安完完全全地擦掉。转化问题是科学家发现天灾人祸的根本原因，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感恩大自然给予我们无限的爱和诸多天然的礼物，最后把爱化作自己的力量，去爱更多的人和自然万物。当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胸怀，我们又何时忍心去破坏自然界，污染我们这片可贵的土地？当然也不会为了世人的利益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当一个人在这样的想法，慢慢就会变成一群人也有这样的想法，进而全世界的人都有这样的想法。我们自身的行为及所产生的正能量就会聚集在一起，扭转全世界的负能量和消去各种隐忧问题。如果全世界各个团体都能真心感受到这两项课题的必要性，而且又能够邀请一些财团资质付出各项实质的帮助，就能够更迅速容易以实现人类在爱与感恩上的各种努力。当我们齐心一致地为这项迫切且重要的使命挥洒汗水，并真能有所成就，那么就可立竿见影地看到整个地球不再乌烟瘴气和发生那么多的灾难。无可讳言的，现今的科技让世界各国先已形成
连成地球共同体。但面对世界末日的烈性恐慌症病，更加剧了人世间种种负面的变化。我知道全世界现在有很多的朋友每天都在搜索和探讨世界末日的事实推演。我衷心希望你们真的是推动世界走向新纪元的那位幕后功臣之一。当我看到世界的及人情冷暖每况愈下时，内心就越来越沉重。为了看到我们在未来的演变为何，我借着在宇宙学习的特别方法来到宇宙能量街。这里的设置和景象很难用人间的话语完整的描述和说明，而在这里的某一个区域中，我可以像用电脑一样模拟的推演一些未来的可能性和我们一般无法得知的答案。我觉得心念在这边刚才在那个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像漏了一个人，这个吴友哥我像漏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请吴友哥自我介绍一下。不好意思，因为我想说很面熟，结果不是第一次来，因为我刚刚分享会有参加两次的哈。你跟他参加两次嘛？因为刚才贵正说的。对。好，参加两次哈。我刚想说很面熟。好，请自我介绍一下哈。我本身是在去年我找到你朋友，去年的七月初我就说了，我是在台湾银行跟那个书记那里，在张书记那里的。好，谢谢。我跟那个李先生啊，李吴友先生，我是在台湾银行认识的。怎么认识的呢？我在那边要抽这边写资料的时候呢，突然一个人冒出来说：“你要不要这张号码牌？”他那一张号码牌是比较前面。如果我按照顺序去抽的话，我抽到会是比较后面的号码牌。然后呢，我就觉得说：“哎，这个人我跟他不认识，他为什么突然要给我号码牌？”后来呢，我就问他说：“哎，你是不是因为这一张号码牌比较前面，那你要不需要了，所以呢你就让给我？”他说：“对。”那时候我就觉得哦，这个人心地真好，真善良，我就赶快拿那个疗愈权利给他哈。他也非常大方接受，就是这样结缘而来的。就好像那个太阳社的导师说嘛，说宇宙天地要把善良的人都找回来嘛。所以呢，就是我想在座人都具有这个善良的特质，那因为李吴友先生也具有善良的特质，所以呢他就进来了。好，谢谢。所以能够来参加我们这个基金会有没有，都是很有机缘的。所以每一个都在每一个角落有认识的，我们就有趁这个机会就一起进来这样。好，那我们接下来念到这一个章节第十四章啊，那念完的前面大概四页有没有？那我相信大家应该都非常的有感觉了哈。好，那我们有没有家人想要分享的？好，那在我先分享。好，那我们也邀请这个国宏，国宏等一下来帮我们分享一下。好，我先分享哈，好，先准备一下哈，因为我想应该很有感觉啦，因为这个天灾人祸有没有？我不知道大家感受怎么样。那我每次读到这一章，我自己就想到这个2016年2月6号，这个我们台南不是维冠大楼大地震有没有？那是美浓大地震嘛，那实际上它是整个维冠大楼倒闭这样。那一天晚上，我不晓得大家印象怎么样啊？那我是好像要回到那种921大地震那种感觉这样。这天灾人祸，那921大地震是那一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好像突然没电，就是它电视突然就是按掉这样，就没电了，然后就是我们大地震。那地震这个上下摇晃，左右摇晃很久这样。那我记得我们那一天晚上，因为我那时候还在中立上班呢，那我们几乎整栋的人都后来都不敢睡觉。在后面，我那时候是住在那个中原大学附近，我们几乎全部人都到中原大学那边操场那边，就是在那边站立有没有？就是也不敢回去睡觉这样。那刚好这一次的2206这个美浓大地震又让我这种感受的。那这次的地震也是很大，而且是有点是左右摇晃这样，那时间也蛮长的。然后
当下发生的时候，我是立刻就赶回到公司的，因为你想想看，在家里面你有感受到这样子有没有？那刚好我住那边也有停电在，那我想说，我这个会不会又跟921一样在？哦，那赶快去公司，那公司果然非常的凄惨在，哦，那个我们几乎所有人都疏散在，那里面机台啊，也有很多就是那管路哦，机台都宕机在，那管路也都爆裂在，啊还漏水，哦，我们办公室整个天花板都掉下来在，然后整个是惨不忍睹的哈，那几乎就很狼藉这样，因为这个天花板掉下来，然后水都漏了，然后地板都是水这样，啊，然后那很多的那种办公桌椅都散落这样啊，哦，所以你就觉得说这个天灾要来了哈，哦，它是一瞬间就来了这样，啊，哦，其实你要躲都躲不过这样，啊这个你有那种感受有没有？其实你就会觉得说这个大自然威力之可怕，哦，那。我们都有在超马里面，我们都知道说，这个正能量跟负能量，我刚才有讲，如果地球上的正能量它是比较强的，大于负能量，那你想看我们地球上会不会还有天灾人祸？因为正能量很强嘛，那就不会有嘛。因为我们刚才讲说，如果你自己的正能量强，就会幸福嘛。那是在地球上也是一样嘛，地球上的正能量很强，哦，每一个人都满满的正能量，那这样我们就几乎就不会有天灾跟人祸。哦，那反之啊，哦，我们地球上如果到处都是负能量，那负能量的种子大于正能量，哦，那一定就是天灾人祸，哦，那我们现在是怎么样的情况？我们现在是负能量种子比较大呢，还是正能量种子比较大这样？哦，负能量嘛，哦，其实我们在超马里面，我们，哦，导师，哦，的志向有没有？就是，哦，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满满的正能量，让地球道场就是刚才讲的享乐太平这样，哦，那这要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的，哦，啊，所以这个《弟子规》也有提到，哦，人心善，哦，就会国泰民安，哦，那如果人心不善，天灾跟人祸不断这样，哦，啊，所以导师在这个章节有没有就也把这个点出来说，啊，那个很多人归咎天灾人祸是地球暖化有没有，而且在 真正再去探讨，现在可能就是我们人心不善。那可能就是我们大家可能都是为了自己啊，自私啊，自利啊，那可能就做出一些破坏这个地球环境的一些行为这样。我们有念弟子规，我们都知道说有人把人比喻成是什么，我们地球就是把人比喻成癌细胞，有些人这样比喻哦，所以这个癌细胞如果说很多有没有，那到最后就会不会把整个地球道场都破坏掉，哦，这个是有可能的，哦哦，为了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哦，那为了要让这个地球道场能够永续的存活这样，哦，那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自身，哦，去把这个原本我们自己可能有一些负能量，我们随时随地都要把它转化成正能量这样，哦，这是我大概念的 这几个章节的一些想法啦，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请这个国文哥你们帮我们大概再稍微的分享一下，把麦克风给他一下。好，大家好了哈，那个，对我刚才念这个书的时候，也是陈鲁那个书中所叙述的一样哈，就是会发现到说我们现在天灾很多哈，啊，其实每一个人我想也都是有恻隐之心，有那个爱有爱心的哈。啊，可是我们当就好像说事件如果发生很频繁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点点感觉会有点麻木的现象啊。哦，啊，我是看了书中也是觉得说，现在就是说，这有点无奈的感觉啦，啊。哦，但是我想一想，还是觉得说，那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发挥我们的爱心，哦，那我们用感恩的心去对待这个地球的话。我想这个地球的灾害应该是会减少才对啊，哦，我最近自己也是说是那个初一十五的时候我是吃素了，我本身是很爱吃肉的，看我身体都知道，但是我是觉得说为了地球的环保什么，因为我们不能把爱与感恩当口号了，就是事实上也是要去落实啊，所以我现在初一十五也是吃素啊，就是这个节能减碳的话，减少这个地球的暖化什么的，
那这个是即使是要靠大家一起来做啊，那我们把这个爱与感恩啊，这个发挥出来的话，我们去感染到我们周遭的朋友，那我们的地球啊，慢慢的啊会感受到这个正能量啊，地球啊灾难应该就是会减少这样的，这是我的体会啊，谢谢。好，那也非常感谢孔哥的一个分享啊，真的是这样哦。因为这个地球道场有没有？现在刚好就是在转化这个要变成一个新纪元的时候的。那新纪元有没有？在来临之前，我们现在是末法时代嘛。那末法时代其实就是会在地球道场真的会比较乱。那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一个状况，把它过渡到一个新纪元有没有？那有可能一个闪失，一个做的不好，那有可能地球道场会爆掉。那这个就是我们。所有人所不乐意见到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说还有没有家人要再跟我们分享？好，非常好，准备再跟我分享。看到这一段我蛮有感的，我是讲921那一段，因为我刚好921发生的时候，因为我是住嘉义嘛，那时候住竹崎，然后呢，我就记得那一天晚上快两点的时候发生了，然后我那时候怀老二，然后整个的那个房间的电视是倒下来的。然后我们就赶快从三楼站跑下来，但那一天晚上真的大家都在外面哦，待到快三点才进去。那这是我自己亲身体验的。然后后来也有发生那个嘉义不是还有余震嘛？我们学校那时候在嘉义大学，整个那个楼梯是这样碎的。但是呢，这个都是我们亲身体验，还好，我就觉得还很感恩老天爷保佑。可是呢，我要先要讲的就是921实际的惨况。为什么会这么讲？因为我妈妈住高雄，那她也很有爱心。然后她92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因为高雄有一个师官的一个那慈善会，我妈妈就先去921现场看。我妈妈看了真的很难过，她说那个地震倒了，她回来描述给我们听哦。我到现在都还有那种，我虽然没有亲眼看到，可是她说她看到地震压下来，肚子整个脏器是压在。然后我妈妈看了就觉得说很难过，所以她就回去募捐了一车的棺木。然后说在的时候，因为大家那时候很多爱心，然后刚好她是在台中大理那边。完之后她说，大家都真的台湾人真的很有爱心，所以棺木就没有用完，可是又不能再回家。我妈妈说糟糕了，这些棺木怎么办？都不能再回去。后来我妈妈就载到那个南投的中寮，你知道她说中寮就像一座死城，那时候也是921非常严重。后来就在那边就把那个棺木就给当地去处理。所以我妈妈跟我讲说，好像那个整个地震压下来，整个脏器是外露的。我到现在我虽然没看，我到现在，所以我读到这一个，我还是要很感恩，真的天灾人祸，你人是没有办法预防的。所以真的要有那个善念真的一善可以破千灾啦。所以我真的很鼓励说，大家刚好我这个福报进来超马学习，把爱与感恩我们这个正能量能够提升。所以像上次那个5月5号，我们去参加网络公修的时候，导师就说，有没有人要发心这一次到6月2号、3号，我们到台北去参加老师因为爱而富有这个系列讲座？有没有人二十个了？先5个然后再20个，有没有人举手？那当下我就在想说，我刚进了超马也没有多久啊，这样子5个我是没问题，因为光我们家就3个嘛，好再找2个应该才好。可是老师喊到20个的时候，其实在场的举手的人大家都没有信心。对，所以我觉得我在呼吁大家，真的要对我们超马要有信心。那我当下我就举手哦，我说好，我要来试试看20个。结果你知道吗？真的有愿就有力，有愿就有力哦。我发这个愿出来的时候，老师说，这样举手的有福了哦。那有福了，我也是觉得说尽我的能力，因为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有善良的心，可是我们不是只是喊口号，老师常常不要喊口号。那我们要同理心一些事情。那所以我最近20个人，我已经招到16个了。而且，所以你知道吗？6月3号的课程哦，已经有看到，包括我们三个，6个，
所以我觉得说真的很鼓励大家，你三号没办法参加，但是我真的呼吁大家二号一定要来，因为你看现在最近有很多的事件，包括那个夏威夷的火山，还有古巴的空难。导师在网络公休室有提到，我可以讲吗？他说六月份之后大家都很注意。你看这些事件，真的，我觉得大家一起到台北去爱的能量的共振，哈，这个老真的，我觉得很鼓励大家。没有参加的人，希望大家今天一定要报名。对，所以你看我这十六个怎么来的，我也是觉得很惊讶，欸，然后就刚好在上面播着，因为我自己有发心买一些要跟人家分享，然后就陆陆续续就有人私底下赖我的时候，那我就鼓励他说，六月三号这个课程希望你能够买。没有，我是在赖我们台南的群组通，只是通刚好有人就说我是间接，比如说认识一个那个晋国的朋友，然后去刚好去买衣服认识，然后我就在跟他介绍超嘛，他说那个什么晋国也有推荐，然后我说这样子了，那后来晋国就赖给我，就说谢谢我接跟他的朋友分享，然后我就完之后我就说我这边有六月二号门票，欢迎说有家人愿意来的就跟我联络。结果呢 ，po 完之后大概过一个小时就有人私赖我了，所以我后来就一直我就是鼓励他们来，然后他就一直也帮我邀一些的，我跟老师讲说我一定要20个达标，所以其实哈，我觉得大家要把握导师回来这个机缘，而且导师也特别说六七月真的大家都。我是觉得大家上去共振啊，真的不要放弃这一次的机会。对，啊，真的，真的机会真的很难得，而且这一次是5000人一起共振，上次是2000人，然后这次5000人这样，那5000人这个场面，你像刚才就很多了，那整个场面在唱这个因为爱。这个大家共振起来，这个能量一定很强的。因为我们刚才讲是，我们所有一切都讲求能量嘛。你能量强有没有？那事实上，正能量大部分负能量，负能量马上就会消失不见这样。可能就因为那一刹那，整个就翻转了哦。不管是我们自己的命运，还是这个台湾的命运，还是世界的命运，可就因为我们这样子一个能量场提升上来，这样就会翻转这样。那真的，刚才跟你讲的，那有愿就有力，那你就发出这个愿有没有？那是让天地都会来帮你这样，人有善愿，天必成之，那所以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台南地区，大家有很多善心人士在发心的，那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广邀自己的亲朋好友，大家一起来参与这个超马的喜事这样。然后我们很多人刚刚我有发那个我们免费一日游的传单，这是呢台南自己制作的免费一日游。那我这几天就在想，因为我有把它拍成照片嘛，那这个我就想说是不是把这个照片呢 po 到 FB， 但这个动作有点慢，可是至少应该有用啊，所以欢迎大家。我之前有点顾虑啊，很快就等一下再跟陈代讨论一下，应该没关系啦，因为我觉得，有之前是怕自己家人看到，然后现在又担心说，到底可不可以把免费的这个讯息公然po在 FB 哦，因为 FB 也有很多我们超马家人哈，到底可不可以po？那但是其实现在有很多家人也都释放出公关票嘛。所以呢，我想应该是没关系吧，好，那这个可以试看，因为如果大家可以回去哈 ，po 到 FB 啊，好，那我这边我也可以把我的档案传给大家，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来加 line， 那你就用 line 上边的那个资料档案，那个相片档案就可以传出去，啊，可以欢迎大家就传到 po 到 FB。那像呢，像我们西营这边哈，就有那个 FB 的那个社团西营大小事啊，所以台南可能也有台南大小事，嘉义可能也有嘉义大小事的那种 FB 的社团，也许大家也可以试着碰碰看，这样。看
真代有什么意见？好，没有了。我现在是要讲说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啊？因为其实导师有在这个网络共修课有讲过说，来加入超马有没有？那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有这个吉祥圆满境的产生这样？哦，什么时候才可以让自己吉祥又圆满这样？啊，导师就有说，啊也不会这么难哦，但是他又讲说啊步骤是怎样怎样。那我现在就跟大家讲，哦怎么样？哦你的人生的吉祥圆满就马上就会实现这样。那第一个他说什么呢？他说要把我们这本书先把它看完，啊《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啦，16章，啊按照顺序把它看完这样，啊那把它看得入你的心，入了也更好这样，啊至少你有把它看过了这样，啊那看完之后有没有第二步是做什么？第二步就是按照我们这书中啊有传授的心法，啊就来做这个步骤一二三这个心法这样，啊因为这个心法就是我们这一本啊生命使用手册。最殊胜的地方这样。那这个心法大概有步骤一二三，一就是那个忏悔加发愿，那二就是爱与感恩，那三就是太阳心法这样。那当然你要先把书看完这样。那如果对于说你做这个步骤一二三有一些疑问有没有，那你当然就是我们天元文化的官网上面也有这个步骤一二三的课程这样，这个还有分上下两集啊，这个都可以上网去购买这样，啊，300块啊，可以听啊，半年了，可以听半年这样。啊，如果你要购买不会购买的，可以来找我，找维城啊或慧生这样。啊，那当然我们在超马系统里面，我们不只是看这一本书，我们还强调的是要看《弟子规》啊。那《弟子规》就看蔡礼旭老师的《弟子规》这样。啊，就上面 YouTube 网站打蔡礼旭老师这样，他就会跳出来。幸福人生讲座41集这样，那每年就看一集这样。那这个因为《弟子规》就是我们为人在世这个你要做一些做人处事的一些方法宝典这样。那你如果没有做完，就把自己的缺点把它记录起来这样，那自己去修正自己的缺点，那就会止漏这样。那你就自己就可以培德积德养德。那这个是自己属于自我提升的部分。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内外双运这样。内外双运就是你自己提升的同时有没有？那其实，我们要跟负能量就是有一个消弭，有一个和解这样。那负能量要的是什么？它要的是要功德这样。那功德做什么事情的功德最大？就是帮助别人灵命提升的功德最大。那帮助别人灵命提升呢？像刚才在座有些家人，他们就会把握这次机会去邀约自己的亲朋，然后邀约其他的人来参加这个老师的讲座，那这个帮助别人灵命提升嘛，那这就是最大的功德这样。所以其实你邀约这个动作有没有？你虽然是也是帮助他人，但是你也是让自己受益这样。因为你自己也能够有这个功德产生，那你可以跟负能量做一个和解。因为我刚才都讲过嘛，如果你负能量跟他有一个和解，那你很多正能量有没有？那你人生就是幸福这样。那所以这个。内外双运这个，功德的部分有没有？除了就是我们邀约来参加这个讲座课程啊，邀约分享会，邀约参加这个基因会之外，那当然我们平常都有这个活动可以去发书这样，这个每一个礼拜都有，那也可以一起来参与，不是说注印这样，那注印是要花钱，但有不见得要花钱这样啊。那所以在你每天每一个礼拜内外双运的这样的运作之下，那导师就说。其实你的人生的吉祥圆满境很快就会到来这样，就看你如法修持的程度这样。那这个邀请每一个新的家人啊，新的朋友来做个实验看看这样，事实上不会这么难这样。那只要每次来这边基因会有没有，那大家一起分享一起共振有没有，那相信这个吉祥圆满境一定会很快到来。那这个是提出来啊，这导师在网络共修课讲的，那让大家有一个参考这样。那如果说听完之后还不是很了解有没有，那等一下也可以再问我们这样，那我们会让大家也会比较清楚一点。那老师常常说行功立德不一定要花钱，他常常说我们不要花钱，就是你去申请书来发就好了，那个书你也不用花钱去注印，反正你就是申请免费申请就来发，那跟你身边的人结缘，那
那结缘提升别人灵命，这个功德就很大。那你见人来参加读书会，来参加课程，也是在提升别人灵命。很多人呢来参加来接触之后，他生命地图就改变了，所以这个功德很大。所以呢，哈，像我们也有一些家人呢，这次发心了，譬如说10辆游览车，10辆好像你们觉得多不多？钱多不多？结果他发心10辆游览车，他不仅这10辆游览车坐满了，而且他很快的加倍赚到这笔钱。比如说10辆游览车，假设是10几万的话，我听说他好像赚了100万。听说我不晓得正不正确，就是他说很快就把这笔钱赚回来，还加倍的赚。那也有人呢，他发心，譬如说他是300张票。啊、他想说不想发的嘛，哎，很快200多张，然后他生活境也得到了那个很大的圆满跟改善、哦、所以很多都是不求自得。他譬如说他发心的时候，他也许不想求什么功德，可是很快的、哦、那个宇宙天地看到他这么善心啊、想要帮助别人提升灵命，就帮助他生活境的圆满、哦、很多都是这样子，很多哈、哦、作一得十啊，让你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呢，这一次我昨天有跟新颖群组啊，不，新颖的家人，我有跟新颖的家人分享哈、哦，就是那个我昨天看到那个直播的那个泸州的那个读书会，我简直觉得那是一个小型的分享会，我看了都觉得自己觉得是真的是奇迹连连呐、啊、哈、哦。那个有一个学员，我不晓得细节，我可能没有记那么清楚，他就去注印书。然后他是去拜读，那因为他有买他有继承的那个一个茶园，然后呢他就常去拜土地公。后来他想说他可以注印书啊，把注印书的功德回向土地公。他这个动作一做的时候，哇，他那个茶园哈、哦、本来好像收成不是很好哦，结果他这样动作一做，注印书回向给土地公，土地公就帮他护佑那一片土地那个茶园，然后呢本来不丰收就变得丰收了。然后呢，他继续这样做的时候，本来他花很多心思在这个茶园上，要请人管理，然后要施要撒什么什么什么剂呀、啊，哈、哦，营养剂还是什么那一些，就变成突然有人来跟他接洽说，哈、哦，他要收购他的茶叶，然后呢，不仅收购茶叶哦，哈、哦，还要帮他管理茶园。那帮他管理茶园哈，那个人力的支出成本是他原来自己哈请人力来管理的，好像减了一半还是多少，比他自己在管理还减，费用还减少。然后他们还派很多人力来帮他管理，后来还跟他说，你那个撒什么撒什么那个我都帮你撒，你都不用出钱，就这样。他就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反正哈、哦，就是好事连连就对了啊、哦。所以他分享这个时候，我们哈、哦，我看他们的那个读书会，我简直是觉得这好像是天方夜谭呐、啊。那我也被他们里面一个学员的精进哦，真的是打动了。他说哈、哦，他是住宜兰哦，那他就自己长期的摩托车来来回回到宜兰、罗东、南澳，就这样哈、哦、骑出去发书啊，发完一箱发完了之后，再回到他家。回到宜兰再去带一箱去发，然后发完再带一箱发，一天之内发了5箱书，好、哦，所以人家是这么精进。然后另外也有一个哈、哦，他本来是夫妻好像不太合，然后本来好像要离婚，后来接触超马之后就不离婚了，然后呢感情就越来越好这样。所以哦，你如果去看他们的分享哈、哦，我就觉得非常感动，而且有时候你会想、啊、是真的假的，可是就是真的，就好像我们去。哎，那个分享会，我们9月9号马上又有分享会。像分享会，你看那个超马家人的分享，像台中的那个俊贤，他那个儿子啊，1年前是没办法走路的，走路这样一碎步像机器人，真没办法走路。那医生哈、哦、跟他开车说可能是血癌，可是呢那个指数又没有达到血癌的标准，那医生都束手无策，大家都不晓得该怎么办，所以他跑了很多系统去求助，都没有办法。最后有人介绍超级生命嘛，他就跟大家一起发书，每个礼拜他们都很勤发书，这是他们唯一的希望。发了1年，就这样子照导师的话去实修实练，发书累积功德，然后也是做心法这样子哈。这样1年之后，
他儿子奇迹似的现在活蹦乱跳，分享会的时候我就眼睁睁看着他的儿子在跟其他小朋友这边爬楼梯啊，就是在那活蹦乱跳，我还想哎，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在做梦吗？因为以前呢，我曾跟他们在台中就认识了，所以呢这个你亲眼看到你还觉得说那简直是不可思议，所以呢这个超级生命密码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个系统啊，希望像就像导师说的，你们可以来做实验看看，你们不一定听别人讲你们就一定要相信，但是你们可以来做实验，给自己一些时间来做实验，实验看看，就是要做心法，前面三个心法，第一个忏悔发愿，第二个爱感恩，第三个太阳心法，每天都去做，因为人做不到的事情就靠宇宙天地帮忙，心法就是连接宇宙天地的力量来帮我们的好生命，那呢我们人力做不到就请宇宙天地，就靠着心法连接宇宙天地的力量来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眼睁睁看到那些奇迹在我们眼前发生，真的人做不到，这是不是人力，这真的不是人力可以做得到，就是靠宇宙天地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好，那大家一起来做实验吧，谢谢。真的很棒，那感谢慧真的分享。那其实大家这个桌上都有这个感恩四季期的这个卡片，这个小卡，那感恩四季这个是我们超马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宝，这样，好，那这个平常我们就是我们要能够会唱诵这样，好，那好，总共是有四句嘛，感恩宇宙，感恩未来，感恩宇宙，感恩爱，感恩宇宙，感恩爱，感恩宇宙，感恩一切的交代，好，那其实这个我们可以来试着多唱唱看这样啊，因为这个好，我们比方说这个是万用咒语这样，哦，你如果在平常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啊。有时候唱这个已经比那个阿弥陀佛还稍微好用一点，你可以试着那个体验看看的，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这个超马里面，我们这个感恩四季期有没有，我们现在超马系统是当季的水果，那导师创作这个有没有，为什么说比较有用，因为这个就是授权单位的不一样的，啊，所以你试验体验看看这一种有没有？当你一唱诵这个感恩四季记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就好像这个护法神啊，听到鞭炮的声音有没有？那他就立刻会下来帮助我们消灾解厄这样。啊，那有可能整个空气中就弥漫着护法神会帮助我们这样。那尤其就是你又真心诚意这样，哦，真心的祈求这样，哦，那是他就可以得到这个效果这样。哦，我们哦，既然大家都有这样因缘来到超马系统，那我们更应该要好来应用这个感恩四季记。那我们试着唱个三次吧。好，来，我们来试着唱看看，感恩
次的哈。那这个感恩四季气流呢，来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哈。那这个是太阳神导师所创造的。好，那我们是讲求爱跟感恩嘛哈。那宇宙呢，就是我们这个啊造物主，好，他赐给我们啊这个所有的一切这样哈。那包含的食物啊，那包含的这个啊金钱啊，或者点点点啊，那所有都是。人事物都是他所赐予给我们的，这样，然当然我们就是要感恩这个宇宙造物主哦赐予我们的一切，这样。那感恩未来有没有？我们这个感恩四季记啊，其实我们这是超越时空的哦，我们这个是有切到未来进行的，所以感恩未来呢，当你在念到这一句的时候，你可能要观想自己的人生哦未来美好的境界，这样，就感恩未来哦，你人生会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境的产生，这样。那感恩宇宙，感恩爱，感恩宇宙，感恩爱。那这个宇宙中最强的能量是什么能量？太阳，宇宙是爱。地球上是太阳，没错。那宇宙中的能量是爱的能量，对，爱的能量是最大。那所以呢，宇宙中给我们这个这么多的一个好康的，那宇宙给我们赐给我们一切，让我们感恩宇宙。然后感恩这个爱的能量流下来给我们，这样，那能量流爱给我们之后，我们又传回宇宙给他，这样，所以我们变成是形成一个循环，这样，就是感恩宇宙，感恩，那因为这个爱的能量流的一个共振传导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这边就有两次，因为这非常重要，就感恩宇宙，感恩爱，那感恩宇宙，感恩爱，那最后呢，感恩宇宙有没有？那希望呢，宇宙能够给我们一个交代，就是帮忙我们实现我们所要的美好的境，这样啊，所以感恩一切的交代啊，所以这个四季记有没有？其实它你只要播放这个，或你在唱诵这个有没有？当下这个整个磁场都会被净化，这样，让自己心情获得稳定，这样啊，当下可能因为你唱诵这个，你所有跟当下的那个境有没有，就有可能就会有一些转变，这样啊，所以。我们这是一般感恩四句是会这样唱，但是我们也有进阶版的感恩四句经，就是在每两句有没有，我会加那个感恩太阳神的导师，这样，这个也是进阶版，那大家也可以体验看看，这样，就感恩太阳神的导师，这样，这个部分呢，就欢迎大家来有一个体验，这样，因为很多事情有没有，这个你必须自己做的，你才会知道说这个妙用在哪里，这样，好，那我现在。其实我开车的时候，我都会播放这个《感恩四季记》。那我睡觉的时候，我也是在播放《感恩四季记》啊。因为有时候你听到这个有没有，你会觉得你整个人的磁场就会有所改变，而且你的心情会非常的愉悦，这样。那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部分有没有，大家拿回去之后，你可以也发给你的亲朋好友，让他们知道的。然后你平常自己就可以唱诵这个《感恩四季记》。我这边讲一下那个第二句感恩宇宙感恩爱，有的人会觉得说很奇怪，为什么要重复两句感恩宇宙感恩爱？那第一句的感恩宇宙感恩爱呢？那个感恩爱是感恩宇宙给我们的爱，对我们的关照，赐给我们的能量。然后呢，第二句的感恩宇宙感恩爱是我们感受到宇宙给我们的爱之后，我们再把这份爱回馈出去，爱我们周遭人事物，爱地球，爱社会，社区邻里。所以呢，第一句的感恩爱是呢来自于宇宙的爱，第二句的感恩爱是我们再把这个爱回馈出去，因为感恩爱，所以我们再把这个爱回馈出去，那这个像谢妈妈啦，她唱感恩，我们很多家人啦，在唱感恩四句记的时候，一开始唱有很多的奇妙的体验，不晓得有没有家人可以来分享一下，分享一下啊。今天中午的时候回去啊，那我家有三只狗狗，然后有一只土狗，它很大只，就因为它每次我回去的时候，它都会赶快跑来迎接我，它只要没有来迎接我，就是一定有事。结果它那天刚好就今天中午回去的时候，它就没有跑出来，然后我就赶快进去看说它怎么了，然后我就发现它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样子啊。我就想说他是不是，然后他看起来就是他就是连站起来都没有站起来，我就想说他会不会是
像狗狗会发生的心丝虫病嘛，然后我就想说会不会是它身体有毛病，然后我叫它好久哦，它就是一直趴在地上就是不起来这样子啊，结果我就想说我怕它会有事，然后我就 拿出它最爱吃的零食给它，放在地上它也不吃，这是从来没发生过的事。结果啊，我就在他旁边，然后我就唱那个感恩师弟弟给他听，唱了超三次之后，然后他就乖乖的听哦，他也都没有叫，他就趴在那里看着我，然后也不站起来这样子。然后我想说，那我等一下过一会再看好了，我就进去房间，然后再出来之后，我就发现他起来，而且把零食吃掉了。我觉得这是因为他中午看起来是应该是身体不大舒服，因为他地上吐的都是秽物。就是它有很多呕吐物啊，可是狗狗如果它可以进食，表示它身体就好了。结果我唱了超三次之后，过没多久它就真的就好了。在狗身上，我们来请谢妈妈说发生在人身上。就是上一次我们去屏东，那个老师有来。那一次哈，那刚好，在这个之前，我有把这个《超马》这本书给我女儿看。我女儿住桃园，她看了三天以后，她就说：“妈妈，我要来参加。”她从桃园赶回来，就跟我一起去屏东。那第二天早上，我已经答应那个司机，他们有那个岁末祝福嘛，要需要帮忙，那我就过去帮忙。我去帮忙的时候，因为在那个厨房。那就是大家在那里削那个菜啊，我就觉得说那个菜渣很多，就用手把它想要把它收一收，结果我手这样一抹，就抹到一把小刀在里面，我这里嘛当场划了一个口，就流血，因为我有地中海贫血，我如果一旦流血，又那个时候又是刚好11点左右，是血糖比较低的时候，我就想惨了，我等一下一定会发作，我的发作会怎么样？面色惨白，然后整个人。一直想吐，然后天旋地转，就是会很严重。那我就想，我要赶快回家，不然待会吓坏一群人。我就赶快用橡皮筋把它绑紧，然后就骑摩托车，因为离我家很近，5分钟里面就到。啊、哦，一到家就开始发作了，我就一直想吐，一直想吐，又吐不出来，我就跑到厕所去。那我女儿看着我这样，她就很紧张，赶快来把我抱着，然后就一直帮我这样背后嘛，这样子抹这个背后。然后我还是一直想吐，吐不出来。他忽然想到说：“哎，前一天我们在车上有念这个感恩四句偈。”他就一面帮我这样子摸，一面念。哎，他念到第一遍念完的时候，我忽然觉得好像有好那么一点点。第二遍念完的时候，我感觉好的稍微一般，我自己还跟他讲说好多了这样。然后到第三遍念完，你就完全好像没有发生这件事。所以我在当场我就觉得，哇，太奇妙了！这是我自己亲身体验，不然我很难相信。就这次就这样过关，不然以前我会搞很久，一定会搞很久，一直要一定要到吐，然后整个人要虚脱这样子。哎，这次念完就这样子，我就觉得哦，这个哈、哦，平常我现在哈、哦、开车啊有空，反正就念着，很好，跟大家分享。还有没有家人想要再跟我们分享？感恩四季季。好，那个，那个，没有，就希望分享的是。之前我记得来精英读书会的时候，我有跟那个主任讲说，我听那个感恩四句偈就会很大声，我就会很会起伏不定，然后会脾气会一直想上来。可是前几天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那我想说我的情绪应该要释放，我不能一直钻牛角尖，因为我知道事实跟答案以后，我真的非常的苦。那我不知道怎么办，我
家里也不是，我就到我们嘉义公园的那个植物园去，我就找一棵大树，那我就铺个那个垫子，我就坐着，我就用那个土放那个感恩石进去。那当时到那里的时候，我在那边大叫的时候是都没有鸟语花香的那个感觉。那我开始唱第一次的时候，真的是有小鸟真的在那边啾啾啾啾啾啾啾，一直到我把这个感恩诗句句唱完，我说唱了15分钟唱完，我真的我一边唱我一边流泪，让那个泪水哭完，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真的很舒服。因为人家说心思要看人讲，不能乱讲，所以我这个心思跟那个我不知道怎么形容，然后这是我的秘密。那我把它哭出来以后，很像就像排毒一样，我就非常的舒服。谢谢大家。所以可不可以再麻烦你再分享一下你这一次接你嘉义学员的经过，可以分享吗？好，谢谢。这一次是因为我们那个国小哈，比较忙，他那个音乐会啦，因为我们要开音乐发表会，还有比赛。就是因为我当时都没有很认真的在做这部分，我想说有人报名，那我就把他接引进来。刚好那一天慧珍他很热心，他打电话跟我讲说，哎，看我能不能有空尽量接引更多的种子进来。那我就跟他讲说我用平常心来对待就好。那他跟我讲了的时候啊，我突然旁边就有一个声音，他就是说你可以做得到，那种能量就咻就闪了我的那个眼神过了。我想说，哎，奇怪，慧珍跟我讲完，我应该十几个没有问题。哎，现在已经一台快形成了。那我不知道哪来的那个能量。那我昨天在那个会议上，我是有告诉大家，老师他的那个能量呢，我就比喻是法力。然后我就觉得说，哎，真的是法力无边，智慧无比。那这个能量进来以后啊，那我秒秒都在接引。因为以前我还没有在国小的时候，我是在幼稚园当那个招生组长，不知道在这部分要怎么，这个区块要怎么拿捏，怎么把他们接引进来的那一些小技巧。那一天我接引完，那时候才十几个而已啊，我就去家乐福全家去买东西，然后我们就分很多批去买，然后我就走到那边要挑那个家乐福里面要挑香肠，那就有一对情侣，他们就走过来，他说：“哎，小姐，你这一件裙子在哪里买的？你那个洋装的下摆裙子不规则，很特别。”啊，聊聊聊，我还以为我有一些防御之心，我还以为说他是不是要跟我推销什么东西啊？我就跟他聊着，哦，原来他是真的真心诚意要跟我问这一件衣服在哪里买。我说：“你去那个百货公司找，因为这个是两年前。”讲完我走了以后，我想不行，不能放过。他这么随和，跟我这么有话谈话聊，都可以打成一片的。我不过几秒钟走过去，我走回来跟他聊。我说：“哎，不好意思啊，请问，哎，我可以加你的赖吗？”他说：“为什么？”我说：“我又跟他讲推这个6月2号的这个超马的那个老师在板桥体育这事情。”然后他跟我聊他说：“好啊，那我加你，我等一下顺便邀我女朋友加你。”然后他是台南人，然后他女朋友是到嘉义来上班，那就这样子聊着聊着，我又怕说他是不是会误会说我们这个是直销还是在推销，那我就把我 LINE 人家要几张的，像郭老师啊、苏医师啊，他们跟我要几张票，我都 LINE 给他。他说：“哎呦，真的哎！”哇，他就真的相信了，那就这样子就无形之中又接引两个进来了。那我觉得说这我们有在做人。那连那个天地真的都会帮我们，我觉得说这样子，哎，我们的一些灵命提升啊，那一些周围的一些氛围，包括我的那个在学校，因为学校我们
是带那个，你带音乐你就带音乐，可是如果有老师请假，你就要私下哦，私下他会找你，可是私下找你是拿现金的。从我接触超马以后，我常常老师当师姐他们都叫我安排的，但小朋友他们就叫我十项全能。他说十项全能，老师哇塞，你怎么那么厉害，你什么都能带啊。我说对啊，我不是十项全能，我是十二项全能，我真的赚得非常的饱满呢。我还有那个多余的钱，我都跟我小孩子说，我要来犒赏自己，今天吃披萨，因为今天妈妈有多余的钱，那就这样子，真的钱就一直进来哦，哎，就滚滚来了。所以我觉得说，这一次6月2号的那个板桥体育馆那个音乐响宴、身心灵响宴，希望大家我们一起加油，冲冲冲，不怕死的蟑螂就赶快接引更多的人了、啊、哈！谢谢大家。这真的是行功立德的好机会哈、啊！好，那谢谢 Cherry 帮我们帮那个宇宙天地接引了这么多，我想应该是迈向第二量哈。那个，所以等一下我们下课之后，是大家赶快去家乐福啊、全联买东西，看看有没有看看可以接引到那个有缘人。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出去，你踏出家门出去接触到的每一个人，可能都有可能会是你接引的对象，你都可以接引试试看，也许他们就会进来了。好，谢谢。真的是这样哦，因为从薛宇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满满的能量的。哦、那真的，这种散发出来的气势就是不一样。哎，那所以其实这个循环有没有，我们要能够掌握，因为这个机会也很难得。哦，六月2号、3号这个机会也不是每一年都好几次这样，一年才可能两次。哦，那这个机会大家要把握这样。那所以可能我们这个，哎，你越做会越欢喜这样。反正也不要把它想成就是有压力，因为你这样做着做着有没有，其实就是人生就是不求自得，哦，就很多的各项主题就慢慢的圆满，那你人生就是会吉祥如意，就是我们导师刚才在网络公修课所讲的，哦，人生吉祥圆满境就很快到来这样，哦，那因为这一次这个导师帮我们搭建这个戏棚子嘛，哦，我们这个舞台戏有没有？那导师搭好的是，我们不是在旁边看戏，我们也要入戏，哦，我们。也帮我们自己的人生的、哦、这个人生大戏、哦、跟着这个一起演、哦、跟着这个导师这个戏码的，然后我们也让我们自己融入其中，那我们自己也会受益这样、哦、那 刚才其实就Cherry的分享还有雷登的分享、啊、其实真的啊，你分享的越多有没有，你自己其他方面就会受益，你就会不求自得这样、哦、啊，这个就是我们超马的精神，受益最大的就是自己、啊、所以这个在应该到现在应该可能6月2号已经不到两个礼拜了、哦、所以实际上其实已经比较急迫了。那、欸、我们中上也都有一些就是我们的一些 DM 嘛、哦、那还有我们导师现在目前都是用德香小卡在跟人家接连这样、哦、这个是我们可以运用的一些工具这样、哦、那我们尽量就是、哦、让自己、哦、让别人受益，让自己受益这样。那还有没有家人在跟我们分享的？哦，这最近的一些实修实练的一些心得啊，哦，还是有一些体悟在。哦，因为今天就分享的很热烈，有没有？我们这个第14章节，我们大概也只念了4章啊，啊也没有关系的啊，反正我们这个我们、哦、自己受益，我们自己有感受到能量最重要的。哦，那诶，因为导师就是其实他就已经要回来台湾，然后明天就是在。台北网络共修的，那下个礼拜好像是下礼拜二是我们网络共修课，那我们下礼拜二还有要照常举行吗？啊，也是照常举行吗？哦 ，OK。这个会举行吗？哎，啊，下礼拜有网络共修，没关系，我们再看一下。哎，那我们可能就是到时候会用网络共修。然后参加我们共修，那没关系啊，我们就，哎，就先下礼拜七天课，我们就先暂停吃，对，对，因为可能会有人接着去参加我们共修，然后我们下礼拜可能先暂停一下，下礼拜暂停吃，
好，没关系，我们下一个讨论下来哦。好，那我们这个今天有，因为就是我们来这边参加买三次有没有？我们就会送那个超级因果印。好，那我们很高兴这个月西大哥来三次，我们送了一个超级因果印。